利用相框做道具，放在沙滩上，以手做全景深入镜头，咔嚓。和你的爱车这样拍照都不好意思发圈了吧？手握方向盘，从后面拍出在开车的样子，用车门的框架做前景，就能突出车身的线条美感。
坐在车外，腿往前伸，打开超广角，秒变大长腿。用车门做框架，人站在车外，照片就会有故事感。靠在车外，人物和车各占一半，这样拍才有高级感。遇见樱花，你还在这样子拍？用樱花做前景，画面干净唯美。地上捡几朵樱花，用樱花挡脸拍。将樱花放在锁骨，拍张局部特写。将樱花含在嘴里，透过树枝拍就很好看。外出游玩遇见花花，你还在这样拍照？搞错了。把手机放入花丛中，打开手机广角，旋转手机以天空为背景，低角度仰拍。祝愿遗憾长哭人的难忘，你爱着谁，心徒留几道伤。Okay.